C2秒。分钟，现在设置分钟了是吧？小时。嗯，然后吧，可以了，然后再分钟。嗯。OK。年份。对，然后可以修改，修改完了，然后设置结束再按 C。日期。日期完成。闹钟，等一下，下一个视频。嗯。啊，你恢复正常，不开了啊。